厉害吗？哦，是。那等下每一颗都会不会卡到？算现在正调整啊。不是，我说等一下的每一颗。不是，我不能保证啊，因为机器不是我使用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等一下，如果没有追焦的问题，或是什么过度那些，我们就先算，我们就不追求。为什么？哎呦，这两场戏很重要啊！我说等一下，我说之后几天他要点到，换我们要点到。我们现在底要光，完美。然后等一下，下面的词要更难，剧情发展。我知道，可是真的很重要，怎么这戏就靠这两场了，你知道吗？拜托你啦，哦，拜托啦。可是我也不能抵赖啊。你请别人好不好？对啊。